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轰炸机。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Sexy Look 的发光面膜，就是这三盒。你们看，包装是不是看起来很奢华？但是这个系列总共有出三款，就是我手上这三款，黄色的是黄金款，蓝色的是蓝钻款，黑色的是黑曜石款。那我会把全名打在下面。你们有没有觉得名字听起来很特别？我跟你们讲，这个系列除了包装奢华以外，连成分都很奢华，标榜有宝石成分，听起来是不是很珍贵？我觉得太奢侈了啦！而且它是开架式面膜，不是专柜等级的面膜哦。那话不多说，马上播给大家看。这支影片会播黄金款的，其他两款可以看文章。这款面膜也可以冰在冰箱，然后拿出来敷，像现在夏天就很适合。我都是洗澡前冰，洗完后刚好可以敷。冰冰的面膜还可以降低肤温，帮助镇定紧致。面膜拿出来会看见有三层，最上面那层是蓝布膜，中间那层是面膜本身，底层是白膜。他们家这次标榜开架式首创奢华肌面膜的宝石发光面膜，这款是加强修护的，先撕开蓝布膜，面膜本身是果冻状的胶原膜材质，舒服度跟服帖度都很棒。最重要的是，你们看，近看的时候会看到一点点的金箔，将面膜本身向内敷上后，瞧一下位置 ，OK 后再把白膜撕下。而且这次的剪裁跟材质非常符合我的脸型，面膜 Q 滑 Q 滑的，敷起来很舒服。冰冰的面膜敷起来更舒服，特别是在冷气房的时候敷。做摇头测试还是很贴合，敷15到20分钟就可以撕掉了。撕下来后会看见 bling bling 的光泽感，呈现保湿舒服的状态，我很喜欢。吸收的过程中可以感受到润感，吸收后的保湿度是有一定水准的，整体敷起来的效果我很满意，加上又是开架式面膜，所以更值得。其他两款可以看文章，黑曜石款主要是加强保湿，蓝钻款主要是加强净白，那就依照自己的需求去选择要敷哪款。各位有兴趣的人快去敷敷看吧。